因为我要整死你啊。来啊。有些东西是不可以乱吹的。我还没有结婚。啊！专业度四十。你懂个屁呀、啊！这叫 passion。没什么这样、啊。我想追你的话。帮你降降火气。你找死是吧？啊啊太没有素质了，零分零分。亚洲流行金曲大奖最终的得主是。醒醒，喂，